我叫牙世应，今年28岁。2018年在外务工，回到家乡，决定和爸爸一起发展养殖产业。过去5年，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政府的支持下，我们成立了环江宅后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，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发展。最近枪鸭的销售还算可以，昨天采杀了有1000多只，今天还要拉500-600只过去采杀包装。